中意住新宿，不过又怕嘈又怕杂，推介行远少少嘅新宿御苑区，由 JR 新宿站或者新宿巴士总站行11分钟左右就到。呢间位于新宿御苑嘅酒店，由酒店行1分钟就到地下铁新宿御苑站。酒店附近劲多便利店，而1分钟徒步圈内就有药房同100日圆店。呢间超市开朝早8点，收夜晚11点。门口有好多日本蔬果。介绍翻酒店先，大堂有自助 check-in 同埋外币兑换机，地面就有西餐厅，同时亦都系早餐区。落到地库有人工温泉浴场、微波炉、投币洗衣干衣机。呢度咧就系呢间酒店嘅 single room 啦。酒店嘅 single room 细细间，不过都唔错。浴室亦比较细，不过够干净。提供雪丝度沐浴用品及一般清洁用品。书袋柜桶入面有风筒，床头就有灯掣及 USB 插电，仲有睡衣同衣物除臭剂。房间细细，不过设备齐全。